请队长上台，大哥，感谢你这一天来，请。
半骨啊双鞋，脚底半骨搁流血，无惜一切坚持到底，百位的入豪泽，苏英超，林杰如，林业展，陈正义，陈俊博。
嘛是第一名的议长，郭信良议长，跟咱的议员钟诚啊、丽娇啊、金蝶，还有咱嘛是第一名的区长，咱的叶区长，咱的志明兄。国贸第一名安南区，咱联谊会，咱的吴姓氏啊，啊个蔡和芳啊，咱的前的会长吼，都有足济啦。啊，我着总称呼，尤其今仔上届辛苦，就是咱八位加六位，十四位，咱由蔡明仪，咱的队长所带领，咱的绿白虎队啦吼，拄啊走二十一公，走1139公里，互你辛苦啦，加油！太棒了，佩妈祖，甲你说多谢好，恁一路辛苦，恁一定会有保庇。再来，上届大的功劳，就是咱正统六里门县保庙，咱的文官八号三嘛，上辛苦点点。有。啊，咱的文官八号三嘛，你这届的任务我知影，足辛苦，会足辛苦，有三大。代志啦，第一人就是来啦，处理咱这个新冠肺炎啦，吼，伊来请回这个瘟神，返去天河，来让咱台湾会当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地方事事有灾不着有求。第二就是要让百行百业，大家事业拢会当平安大赚钱啦。第三。上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伊行到倒咧，伊咧犯罪的时阵，倒一省，倒一县，所有咱无看到无形的者，有完成的，还是讲伊有某种啥物物件，伊拢甲收回去，予因本庙的大神来甲烦恼啦。这才是伊上重要的工作，你知无啦？你也看伊偌辛苦，这拢是领着天子地令，才有法度来做的啊！伊虽然惊骗咱台湾全省，但是叫阮上帝有要甲升官的啦。伊即逝回来会升官，连跳三级的啦。这哦，伊嘛是一个好意的，伊嘛是一个喜事呢，够有啦。来要出门的时阵，六里门妈交代，咱八号。文官三马要出门，一定要亲民，一定要亲民，搁亲民。我讲，安尼要亲民，俺得爱穿服装。所以，才有一个信息：全世界第一尊妈祖，第一首要穿运动衫，搁穿布鞋，去哦，翻台祈福的啦。首创的哦，首创的哦。啊，我话卖讲伤济，我甲感谢咱的路跑队啦。咱的路跑队，咱的蔡总队长明义，伊嘛咱当然嘛，哦，这是替人嘞，替人第一人嘞。但是伊的队员，大家嘛有较强嘞，这拢要拼过伊啊啦，伊若要较认真嘞，伊的队员更加强。但是伊毋是强，是因的队伍真正有较团结啦。啊，我咪要伊只借着这个机会，来家己长伊只，佮国会议员来只。是毋是明年搁来咧？啊，予恁来斗三工，尤其是咱台南市政府区长，市长伊啊咧走行程，还袂来，等下较麻烦区长甲市长转达啦。是毋是来甲咱斗三工？每一冬拢予咱的妈祖去翻台祈福，予咱的台湾拢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咱好无，咱好啦吼，但是嘛爱议长，跟国会议员，等下恁甲因拜托啦。重点是这个经费，甲咱斗三工一个，搁甲咱斗拍牌一个啦，这才是重点。多谢议长，啊，搁多谢立委吼，啊，多谢区长，啊，多谢，上届多谢是跑友，全台湾的跑友哦，恁都爱来收听啊，蔡大哥，好无？好无啦？印拢袂出来，好唔好？因为即届经费吼是庙有赞助，但是还佫无够。无要紧，迄即马甲即马只咧讲，市长、立委、议长伊只，好唔好？这经费的问题，经费的问题，交互伊三个啦，交互伊三个，互市长啦。
侯局长啦，侯立委啦，今麦我先给国会议员第一名的立委来讲话，好唔好？啊，你走脱经费哈？本来多谢咱的。今仔上届辛苦就是咱全部发挥媒体同仁啊，咱所有电视台拢来咧，伊上辛苦，伊从下晡就来在遮吼，咧翕咱的妈祖。我以前替妈祖，甲咱全国的媒体先甲你说多声，感谢。感谢诸位，我嘛要甲咱蔡明颖蔡大队长报告，唔免惊。我嘛要甲信众大家报告，因为有这个心，啊，而且蔡大队长甲咱这跑者讲，唔甘咱庙里搁开落去，因为咱无这么长的建设，需要经费，结果这跑者家己自掏腰包。一个位开始，一个人办公，家己的吃，家己的住，拢家己处理。这过程无够，欠灯累多，所以谈拄只，主委已经讲啊，三大头在遮，大家拢在替恁倒套，你甲讲好就对啦，伊拢爱负责啦。来，明年你甲办得好唔好？因为哦，食三顿，啊加保险，啊加大理社，哦，迄拢会当俭俭啊开。啊，阮即届就是俭长内多，俭长内多。我好，对啦。所以哦，恁若要听，恁都徛出来。给咱蔡总队长是不是上大的掌声？可以上大的掌声，我相信咱所有的跑者，然后包括咱蔡总队长，跟咱所有的跑者，他都啊其实咧上舞台的时阵吼，目眶拢是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李宅刚1139公里，唔是短距离，嘛唔是一天两天，所以我相信因伫台顶。内心嘛吼，诶，所有的点点滴滴，英雄清澈，是不是？咱再一次甲因鼓励一下，咱愈大的鼓励，互因上大的后座，相信未来，咱的努力们、圣母庙，咱的全国可以让我们的妈祖绕一圈、跑一圈的活动，咱会当变成是英雄型的。但是咱就是爱大家站出来甲收听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咱。蔡总队长真的眼眶都泛红了，但是咱大家都是伊上好的后盾。我相信头拄啊，咱主委所讲的，甲咱蔡总队长啊，甲咱所有的跑者，只要有需要阮的所在，阮绝对袂推辞。好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因为予咱的妈祖会当行到每一个县市，尤其看到迄种的情景。每一个人跪落去甲咱的妈祖祈求，将伊心内无奈，将伊心中的痛苦，甲咱妈祖来诉苦。所以我相信，咱妈祖会同意着这次的行程，嘛是希望会当庇佑万民，唔是伫咱圣母庙尔，是会当行遍每一个所在。所以只要是妈祖的信徒，咱拢有责任，爱替咱妈祖来完成。这未来更加重要的使命，所以只要咱妈祖认为讲，伊每一冬拢要出来行遍每一个县市，我相信无论天会也好，咱的议长郭信良议长也好，这是咱家己在地主地更加免讲，阮绝对会做着后站，全力来收听，来收听着咱的蔡总队长，予伊袂安尼艰苦，会当为咱。妈祖行出来，台湾人民的未来，大家阿妈。我讲啦吼，我知影伊是哪个印未出来。九月初四到今仔日，我是十一天，我唔管是十一天安怎走，伊讲伊早六点出门，下暗走到六点。我中昼你食啥？伊中昼吼，有当时讲简单食就去走，啊有当时啊到底咧。啊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半路的时阵，中昼要食物件啦，叫迄小蜜蜂送餐来。暗时啊咧倒迄展品哦，迄足艰苦。你讲叫伊明年佫要来，伊家己心内担嘛，讲啊我佫活动做，
哎，我也跟你讲，只要你身体坚强，只要你身体愿意的经营下，哦，包括立委的部分，李宗成、黄立昭、黄进德，台南市议会呢，啊，我的副政呢，募50万来给完成这个定数，只要达当就走。哇，谢谢议长。达当，我就处理50万。只要伊达当有体力，通去继续走。达当，我就爱做。哎，我有做一点哦，我有做一点我袂了。好，那从明天开始，那就提供50万，作为这次呢啊，在巡讨啊这个啊妈祖美女孙台经理，安尼在未？笑出来啊！真的，这个活动真好，只要哈哦哦，100万呢。张瑞雄委员的助理，来来来，你要去给交10万哈。我助理代表，我马上英雄。你听听，按这几万吼，彻底来助咱海角之后，向村镇这边代表来助。今日我今日吼，因为咱这次吼，这双书记互相虔诚，接到咱的马祖，咱向台湾吼一念，要来祈求天父应允。到二五南尾，等大爷，你当拄着我，我拄着迄我福报，我为了干妈做下愿，我两年后要来参选镇长，啊，但是你若转来到，你来啊，咱要回家，我绝对来提担两箱来甲你接驾，我准备了鲜花，拿着芳香，啊，金银素材要甲你迎接。即摆二六讲50，我一个代表，美女。赞助10万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。非常感动，非常感谢咱永春，咱永春，咱的罗永树，咱的罗代表，真请着麦西，咱来给宝宝掌声好不好？给宝宝掌声，各票通算好不好？那这个活动就可以持续下去。那、啊、如果能够继续持续下去的话，那也是一种风潮哦。我相信呢，那呢，我妈做。嘛，足希望这个活动会当继续来推行，予咱的正统农民新北边妈祖会当遍布着台湾所有每一个角落，啊，祈求大家平安。那我们谢谢大家，再次向蔡明宇呢啊鼓掌鼓励，谢谢谢谢。非常感谢，我要甲咱信用台长做一个补充的报告。其实，伫咱庙方位置开始。听到这个代志，佮妈祖跋杯，妈祖一下下伊一指，怎啊跋到咱文冠三马八号啊？来，由着咱路跑队队长，佮咱路跑队英勇，挨个全线宽道的时阵，咱的庙方就提出着咱的这个预算佮经费要来收听，但是足甘心的，咱蔡明宇大队长，佮咱家所有路跑队英雄讲，注意啊，庙即马当咧建设，爱开遮济钱，阮会靠家己。结果你坚持不爱收，到尾后咧，感谢咱路跑队其中一位大哥甲讲，收落来，这是咱新北庙的心意，坐少要用唔用，你家己决定。所以咧，伊也收一个意思，安尼甲咱收落来了后，都要甲大家报告。过程内底，我有参与到花莲那段、甲云林这段，看到本来是足低调的，要去救苦的代志足低调，无落过车。但是咱庙赞助一台龙尼门的新北庙的车，补给物资，沿途咧陪同因，搁有一个前导车。结果消息走漏了后，各管区的亲像咱永春的路代表同款，各管区的首长、民意代表拢总出来，甚至远远看到，都跪伫咧涂骹迎接妈祖。亲爱的乡亲，咱不是出去咧查老热天，咱是予妈祖真正行出去。台湾袂使搁再艰苦落去，台湾袂使搁再艰苦落去，所以队长勇敢站出来，上保庙，感谢你，所有新疆代表。相信咱即马过来邀请，现场啊来补充。小弟每年陪妈祖行3天3夜，好未？这里正好讲话，大家准时啊。这是用走，你们正在讲讲话呢。啊，用行我来的呢。这里妈祖只天地同感，这话袂少袂讲。做一个民意代表，啊，你行3天，用走的，用走的，不用行的。反正我就是陪恁3天就对了哈。感谢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今日路跑队大哥烦恼一个啦，我从暗时会当困到几点钟，你要走三
没早起，你若走，你就袂使休困啊。谢谢，感谢。即马要叫大家双手，咱国教国管区路跑队听到主动加入队伍，即马咱看到咱现场浅黄色的这个路跑衣服，我们的嘉义路跑者请上台，欢迎咱嘉义的路跑者请上台，请上台，来站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加油！是不是？应媒体的要求吼，我们先给咱的路跑队翕一个团体的照片。啊，来先请咱的贵宾，我们先往后一步，我们贵宾先往后一步。请蔡明仪队长，还有我们八位路跑者，请往前，还有我们的志工，请往前。我们的媒体应媒体的要求，他们现在要连线哈。来，咱的路跑者蔡明仪蔡大哥，请你等个等来，你徛在中。王明仪王主委，你在位？王明仪王主委。王主委来，请你站在蔡明仪队长的边啊！啊，过来，咱先有路跑者，你现在在转播。我们请我们八位路跑者站第一排，对，咱台南，咱八位路跑者先站在第一排。李不易，嘿，来，八位路跑者，啊，过来，李完，嘿，不是哦，全省哦，各位，今麦看到前天三是专线路跑者代表来了，你后边跟吴云就可以提不交代，我们感谢他们。那现在我们先给咱的媒体哦，翕这个镜头哈，我们所有的路跑者来，大家路跑者，因为媒体说拍一下路跑者，我们的主角，好，咱全省路跑者请蹲下，咱专线请黄色衣服的路跑者请蹲下，啊，咱用你某些代表咱的路跑队，以及着咱的志工，请徛嘞，看头前，请徛嘞，看头前，来，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龙你们骂主笔！台湾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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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佑台湾！天佑台湾！全省的吗？全省的，有全省的在这边了。啊，现在请大家退后一步，要全省的镜头，是不是？啊，请全省的留下来。啊，你请拍摄一下那的贵宾，跟咱台南的路跑者先往后一步，全省的往前。你今嘛每天被爱咱专线路跑者来告知大家，哎，这个请来专线的往前，专线的往前哦。我们台南路跑队一张，然后全省的一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那个我们路跑队的一张，然后再来全省的一张哈、哦。台南路跑队。来，我们往中间一点，往拍摄哈，耽搁大概一点仔时间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来，路跑者，他们现在要路跑者，路跑者，来，先看着前面，看着前面的媒体，注意一下你徛中，抓当哎，啊，咱路跑者辛苦了，我们请留下这珍贵历史性的一刻。来，我们天佑台湾，请把你们的大拇哥举出来。天佑台湾，天佑台湾。路跑哎，全省路跑者，请不要离开。现在请全省路跑者入境。好，然后第二波，我们请全省路跑者，因为这是应媒体要求拍摄。啊，来，你的老代表，你忙走啦，特别为永春来的，你来跟咱全省路跑者这会哈，站起来哈，来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好了吗？好了吗 ？OK 了吗 ？OK， 给我一个手势 ，OK， 谢谢。啊，来，请咱路跑者往后一步，请专线的路跑者往前。来，今麦请咱请先生全省路跑者站到前面来，我你家专体信众代表，感谢你。哇，注意个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你来准备翕相时，我请注意宣布哈。我伫遮甲大会报告一下，咱高雄信保宫咱的代理人董事长，伊嘛要捐十万哦，每一单哦，啊，伊妈妈嘛，伊妈妈讲要提赛车，啊，要捐十万啦，哦，错档的，唔免烦恼啊啦。对档的，福林，多谢，我先替信保宫的妈祖甲您说多谢。
替路跑队，甲恁说多谢，甲恁感谢，感谢恁功德无量。谢谢，好了吗？我请别个再说明一届哈，咱今他们都徛伫台顶，即位路跑者就是21天专停，但是绝对不是甲咱这位，因为有几位路跑者，因也有代志，也是讲。啊，拄仔好，即个日时无方便的，因中途加入，中途退出，中途加入，中途退出，是因为个人的工作上、甲时间上，所以感谢有真侪无名的英雄跟无名的路跑者加入咱这个队伍，非常非常的赞。啊，而且即摆恁看的穿黄色的衫，是来自全国各地、全国各地代表的路跑者，再次为恁的一个掌声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安尼感谢，那现在颁奖。画什么？哦，有画赞哦。来，人因讲环台路跑有赞无？你若无讲赞，因美女歪走哦。来，搁一台环台路跑赞不赞？环台路跑赞不赞？真的对了啦！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今嘛颁奖，那么来感谢，感谢咱的路跑队。今嘛请咱主任委员为咱颁发。我先跟大家报告哦，这幕是愈来愈精彩。等下咱颁奖，咱这评书完后边有非常有名大牌歌星，受到妈祖的感谢，特别来跟大家道路咧，大家千万爱留落来哦。即马请咱蔡明仪蔡队长颁奖，我们蔡明仪蔡队长，感谢咱蔡明仪蔡队长为我们台湾争取荣耀，曾经参加墨西哥以及瑞士的。超跑可以说为我们台湾增加无上的光荣，感谢咱蔡明仪蔡队长。来，下一位就是咱的苏英超，苏英超苏大哥，谢谢。来，苏大哥你要站过一边哈，这样。苏仪你要看来加一个镜头，这样对不对？安尼好，来来，我们颁发是，来我们看前面哦。下一位请准备林杰如，请准备赶快给我们给他们一个泼声，来加油一下，加油，21天真辛苦呢，谢谢。哇，你们拍到黑的翻金，这就是黑金的路跑队。来，林杰如，我们就紧接着时间的关系，林杰如，谢谢。我们是一位美女，但是哦，没有中途放弃实在了不起。下一位林业展先生请准备，谢谢。下一位林业展，林业展先生，林业展先生，哇，辛苦。那我们看前面，感谢，谢谢。再来下一位陈赞义，陈赞义先生，谢谢。哇，我看咱谢谢林陈赞义先生，感谢您，多谢您，感谢功德万功德无量。再来陈俊博先生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来看头前，哇，这个目镜足帅的哦，乌鸟的哦，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，黄坤鹏先生，谢谢。再来，欢迎咱的吴满珠，吴满珠姐姐，来。嘛，感谢你哈，因都一直个消息回报给咱，无咱知影妈祖到什么所在，多谢你。啊，咱全省的路跑者，请不要离开，咱餐厅有准备点心，等下请恁移家来吃点心。再来，欢迎咱的赵生勇赵大哥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哈。谢谢，非常再一次感谢。非常的谢谢你在一竿撑上不成自工队，谢谢。颁获得颁奖的路跑队员哈，咱大家站在舞台中，咱去一下相哦，跟咱注意大合照一下哈。啊，这是咱你在一竿的气杆。这份的奖牌是阮满满的感谢甲感恩，多谢你，感谢。来，那个蔡明仪蔡大哥，请你们过。
过来，爱敲背包，来敲背包，来敲背包，嘿。对，咱知影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吼，咱台湾已经失去平衡啦。经过你们跑了以后，台湾背包，台湾起飞，来，路跑队站不站？站。龙年妈妈有听吗？听。朋友，台湾龙年妈妈出兵。龙年妈妈出兵。你别搞站桌喽，代表的来这位小姐哈，啊，呵呵呵，这边完了就节目了哈，来这位小姐来，好，谢谢，来再一次，天佑台湾，南路跑队站不站？谢谢，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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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我们要把节目交给我们，您等就久啊，不是要看我，是要看咱最优秀、最厉害的民族麒麟，我们的小乔带来精彩的节目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名主持人小乔。谢谢谢谢丽旭姐姐，谢谢谢谢光伟，谢谢谢谢，还有感谢所有的志工，还有咱的主意，还有咱路跑队，哦，大家。妈祖的灯灯，好，安尼，咱即马先请妈祖伊家灯灯吼，啊。我来搞吼，咱的小强，起码大声对我做回口，来，恭迎妈祖顶灯，恭迎妈祖顶灯，恭迎圣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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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再见。